我以后再也不用苹果了，但是我不要了，你多少能收？外观很新呐、啊，这线都没拆，没买多久吧？7月23号，用了一个星期吧，一共打了几把游戏。那为啥不要了？这14 Pro Max 打游戏没毛病吗？啥没毛病呀？我就听这手机好，打游戏行，我才买的。结果不打游戏还行，一打游戏就发热，掉帧严重，王者荣耀打不了。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蹦迪，就这么点爱好。哎，这个机器给你6700。别呀，这玩意儿没用一个礼拜亏钱。使用了一个多礼拜哈，充电几次的14 Pro Max 国行128G。6700收的哈，大家别觉得我黑啊，现在的这个机器的行情就这样，这种呢就属于那种高保的准新，如果说是保修天数不到300天呢，那种的话也就是给个6400-6500这个样子。好，今天视频做这里哈，每日分享精品的二手机，点个关注。